欢迎大家来到兔羊频道。啊、欢迎大家来到兔羊频道，我是狼，我是兔兔，那是恭喜。我们今天要从月中回家，然后有点紧张。我等一下要帮恭喜换个衣服，属于狼的仪式感。对，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我们很喜欢的微水手服。这件虽然看起来还是有点大件，但我觉得没有关系，这是一个穿仪式感的。我们全家今天有搭配了，应该要搭配的啦，必须。你也很活泼哎、欸，你是很开心是不是啊，宝贝？知道回家了是不是？穿好了，好漂亮哦，宝贝，看起来超漂亮的。走。呆呆的好可爱哦！要回家喽，恭喜！我们要回家喽，妈妈带你回家。这就是我们离开的行李，哎，算蛮少的哎，我觉得。大部分用不到就先带回家过了。今天带宝宝不适合，东西太多，就一手要拿宝宝，一手要拿饮料。为什么会有饮料的部分？走走走走走，下去接宝贝。走。期待。回家喽，宝贝。他要睡觉了，对，他要睡了，恭喜你，拜拜，拜拜，宝贝，回家喽，哎、欸，他回家好可爱哦，你被萌到了是不是？一直被萌到啊，你说我一直这样被萌到是可以的吗？我可以透过那个镜子看到宝宝，镜子是透过我的照后镜。我觉得你儿子也很有趣，他就这样安安静静的一路上这样，然后刚刚放音乐就跟着听，也没有讲话，就这样安安静静的。其实你刚刚把它放上去之后，他好像就有一种被包住的感觉，然后就已经开始昏昏欲睡，像个蛋一样这样窝好。对啊，他就觉得很舒服那种感觉，就够飞啦。弟弟，啊，醒了是不是？回家喽，宝贝。我们现在来进行恭喜与猫猫的初见面，好紧张哦！我们已经外面 setting 好了，恭喜的椅子已经准备好了，有很多猫猫对恭喜的椅子感到好奇了。椅子吗？对。但是现在在狗的部分呢，会有一点特别，因为我们家的狗个性比较特殊的。它是我们家的大宝，它很容易吃醋。它明明也不是大宝啊，它真的很像小朋友。好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是编了一出剧要演给万岁看。因为首先我先跟他提出说，你不能让万岁一从宠树接回家的时候就看到家里已经多一个宝宝，他会有很多想象，他会觉得他不在家里这段时间，我们是不是都跟这个宝宝？你们相处多久了？对，你们到底相处了多久？把我赶出去，然后跟这个宝宝相处。他会这样脑补，所以我们现在状况就要变成是去接他。等我快要到家的时候，打电话给兔兔，兔兔要先带着恭喜去外面等。我先带万岁回家，陪他玩一下，安顿好他。这时候兔兔在一副从外面回来的样子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宝宝。对，就是你要让他觉得说是他先回家，而不是宝宝已经先到家里。对，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。去吧，等你 Q。好的，狼已经出去了，他等一下会先跟狗在楼下玩一下，先让他心情好一点，然后回来再迎接这个 baby 试试看咯。然后等一下有一个策略是，狼只能全心全意对待狗，狼可以听我的指令，他千万不能把 focus 放在这个 baby 身上，不然万岁极有可能会吃醋。一起加油。电话而已，你干嘛这么紧张？坐下，趴下。万岁啊！万岁！万岁！过来，好可爱哦！万岁，这是弟弟哦。万岁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会弄伤弟弟。你那么开心啊？他有意识到这是弟弟吗？不知道，他只看到我，然后很兴奋，他眼里只有我。等他回到我们的命案现场，这狗喝水喝的有点久。万岁啊，宝贝，这是弟弟哦，你知道他是弟弟吗？这是弟弟，你看他，
你看这个，他眼睛完全都在你身上啊！啊，这里有一个弟弟，他是一个弟弟，对对对，发现了，突然发现了，是一个弟弟，你当哥哥喽，宝贝，弟弟在这里啊。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让狼妈妈抱一下弟弟好不好？妈妈抱弟弟哦，弟弟在睡觉，弟弟好像不知道他已经有一个哥哥回来等他了。你今天开始可以睡家里了哟，你可以回你的房间睡觉咯。回房间。哎哎哎，这只也在哭。好了，万岁，过来过来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弟弟。这是弟弟呀，妈妈在这里，不用怕。你是强大的狗哥哥，你们要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你们要好好相处哦。他举手。好，好的。好啦好啦，认识了认识了。好，认识了。那你们要好好相处哦。好，弟弟哭了哎。好啦，宝贝，不要哭了。你也是宝贝哦。我也是宝贝。你也是宝贝。万岁，我们都是宝贝。妈妈终于生完宝宝回来了。对啊，辛苦你了这个月。辛苦你了，宝贝。宝贝，辛苦你了。这样好不好？我这里好多只黑白的哦。长得好可爱哦。谁呀？你干嘛？生气？你干嘛生气？万岁怎么了？我说你长得好可爱哦。你长得最可爱了，你才是最可爱的。我才是在这里每一只都可爱了，好不好？再这样下去没完没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终于回家完成了这个动作了。你觉得猫猫狗狗跟它见面的状态如何？我们家每只猫都好喜欢公司，就很好奇，然后很温柔。对，我觉得其他猫猫没有靠近它，是因为太极永远都在公司的旁边。当然，就试图有要靠近我那个片段里面有，你已经越来越靠近弟弟了，是不是有不寻常的味道？从来没闻过的味道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嗯？你看太极都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，你还没有要过去找弟弟吗？因为刚小弟弟打了一个超大声的嗝，哇，他就很惊恐的看着这个小小但是很会发出大声音的生物。贝贝，你真的很好笑哎，你不就想靠近人家吗？只是就是相处的时间就比较少。对，因为太极就冲过来，他们就不想跟太极。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每只猫都蛮喜欢恭喜的，都会守候在它身边，闻它、看它这样。我觉得万岁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很多，然后搞得好像我才是小心眼的那一个，就心机很多，然后一直以为万岁会多吃醋多怎样，但我看它是还好。当然也蛮好奇的。好了，这影片到这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喜欢说拜拜，恭喜说拜拜，拜拜，对手举起来，这个手是不是在抖？对，它刚刚这样，有了，好了，好。